各位法师、各位同学，请坐，请坐，大家请坐，请大家跟住我一齐歸依三宝。 阿舍尼全念，我弟子妙音，此从今日乃至名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尼全念，我弟子妙音。

皈依淡漠利欲中尊，皈依僧骑注重中尊，请睇大经科注第九百八十八页第一行睇起，末世劝转相教。 请睇经文，嗯，多嚟换经道渐灭，人民潜翳，浮为众恶，五烧五痛，九后转剧，与等转相教界，如佛经法。 无德凡也，呢段经文系释迦牟尼佛同弟子讲，佛灭度之后，帮你换住解里头有就系、是。 一般讲嘅玻璃盘，同一个意思。发灭到之后，经教就衰啦，渐渐就灭啦。 世传法运一万二千年，呢度注解亦都有经典依据，有咁嘅两种讲法，一种讲法系一万二千年。 一种讲法，因为女众出家，正法减少五百年，就是佛嘅法文一万一千五百年，释迦牟尼佛灭到。 依我哋中国古代德嘅记载，今年系三千零四十几年，四十几年我唔记得清楚啦，比一般传说嘅差咗几乎六百年。 黄念走老居士喺报恩堂度讲得好清楚，报恩堂系一部好书，净修摘要。 系佢老师编辑嘅《布恩谈》，系佢嘅注解，系佢最后一部著作，唔系文字。当时同同学讲嗰部书嘅时候，喺佢屋企度讲嘅，听众唔多。 全程录音录影时间好长，所以嗰啲原来嘅录影带、录音带散失咗，揾唔到啦。 整理花咗好多功夫，晚年几乎全心全力做呢件事情。无量受经注解写完之后，就系净修捷要报恩堂呢部书，我哋相信对以后净土中有好大嘅。 影响，亦就系越嚟越契合末法时期众生嘅根性、根基。嗰啲录影，我听过两次，确确实实。 系没法修行嘅捷径，总共只有三十二拜。三十二拜里面嘅内容包括成个佛法、大乘、小乘、中门教下、显物圆融。我哋可以将佢当做一部佛学概要嚟睇。 五念简课用嘅时间唔多，内容非常丰富，值得流通。唔单止值得流通，要认真大量咁流通，推荐畀大家。 而家呢个时代走向科学工业，每个人工作都非常繁忙，冇时间修行。嗰五念简课就起作用啦。佢简单扼要，又非常详细。释迦牟尼佛留喺世间。 嗰啲经法紫菜几乎全部都包括晒，非常难得嘅一本好书。我哋睇念老嘅注解，又以经法渐灭，烧痛转剧，故。 佛界宁赏恶修善，奉持经法，可以话释迦牟尼法同历代祖师大灯奉持经法嘅人多。 到我哋呢一代，我遇到嘅仲唔算少数，有十几个。而家嗰十几个都往生啦，都唔喺度啦。念奴，系我啲一生中最后。 亲近嘅一位善知识，佢走咗之后，善知识再冇遇过，令我哋感慨万千。我哋同上一代比。 有好大差距，上一代再同上一代比，亦比唔上，真系一代不如一代。以后点好？佛喺呢部经教里面讲得好清楚，好明白。 现代人修学难啊！冇真正善知识教啦，善知识留落嚟嘅多数都系文字。 文字好啊！呢一个我哋唔好讲世纪，我哋中国人讲甲子，一甲子六十年，六十年六十年做比较系衰退。 同经常讲嘅完全相应，佛喺呢度劝我哋，希望我哋能成全，从上一代嗰度学嚟嘅，要认真努力修行，嗯、研究经教嘅人仲有几个？ 如教修行嘅人唔多啦，比唔上上一代研究经教、接近真正修行，比唔上啦。咩原因？ 环境系最大嘅因素。我哋知道佛法分修嘅道场最重要嘅安静。而家地球上嘅人口每年上升。 地球嘅面积冇扩大，人口不断上升，伦理道德冇啦，科学发达导致好多好多人对宗教产生怀疑，非常唔容易。 入门，好多人入咗门几个月、两三年，佢就再唔嚟啦，退转啦。嗰啲因素，我哋唔难了解，地球上。 生活环境喺度变，人类嘅烦恼加倍啦，或者仲超过同经上讲嘅一模一样，人民潜弊。 虚伪、歪曲，佛劝我哋断恶修善。我哋嘅恶唔单止断唔到，仲日日增长。 最严重嘅问题就是怀疑，科学提倡怀疑，因怀疑先发现真理，先令科学不断咁进步。所有宗教，包括佛教，冇例外嘅。一般人都认为呢啲系迷信。 呢啲系过去帝王时代专制嘅时代，用嚟呃老百姓嘅。有呢种观念误解性教嘅人好多。我哋喺后生嘅时候。 见到世间人，尤其是专家学者、有声望嘅嗰啲人，年轻人对佢哋敬佩，佢哋唔去寺庙，唔去教堂，我哋见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于是。 变本加厉，佢哋仲睇下嗰啲书，唔入教堂睇下经典。我哋连书都唔睇啦，造成严重嘅误会，咁对佛教成传带嚟好大嘅影响。 我如果唔系碰到方东美先生，同我上咗堂《佛经哲学》，我同佛教就冇缘啦。 老师同我讲，佢系哲学家，释迦牟尼佛系世界上最伟大嘅哲学家，我未听过，只喺佢口度听到嘅大乘佛法。 系哲学典籍里面嘅最高峰，学法系人生最高嘅享受。冇人同我讲过，我对老师具足信心，冇丝毫怀疑。佢同我上嘅堂，我完全接受。 圆殊胜，遇到佢之后，知道佛法值得学习，唔单止值得学习，而且系必须学习。点解？ 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呢、这个平系和平，亦就系讲世界和平。大乘佛法里面讲呢啲。 讲得好透彻，我相信每个人只要系人，无论佢系东方西方，系边个族群，系边个宗教，我相信都希望我哋呢一生。 能过得好快乐、好幸福，我哋嘅家庭好美满、和睦，国家富强，世界和平，呢啲系我哋向往嘅。大乘佛法里头全有，细心睇嗰啲大乘经。 佛讲得多，比宗教讲得多。中国人、中国嘅古人，将呢门学问称之为宗教。 呢两个字用得好啊！呢两个字咩意思？我哋必须正确咁理解佢。词典里头有。 仲有三个意思，第一个主要嘅，第二个重要嘅，第三个尊崇嘅，尊重崇高。教育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宗教两个字连起嚟就系、是。 人类主要嘅教育，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人类重要嘅教学，第三个意思系人类社会尊崇嘅教化，唔单止有经典有。 学说佢传嚟中国两千年，呢两千年嚟喺中国成传嘅，我哋见到了。 一代一代嘅高僧大德，大德包括在家学佛嘅居士，佢哋留低嘅著作，对经典嘅修行，对经典嘅研究讨论、学习报告。 嗰啲典籍都留咗落嚟，我哋读到唔佩服唔得。我哋喺呢一生中能唔能达到佢嘅水平，好难。咩原因？佢嗰个社会系太平盛世，乱世。 人自顾不下，边有时间去研究学问？一定系喺太平盛世，盛世嘅时间通常比乱世要长，但系盛世几乎超过一个世纪。 所以佢能有卓越嘅成就，我哋读到嗰啲典籍，典籍证实佛经讲嘅话，句句真实，冇错误，冇虚妄。只要我哋依教修行，一定。 会有成就，系依教修行。修行呢两个字意思要搞清楚，修系修正，行系行为。我哋嘅思想，我哋嘅言论，我哋身体造作。 错咗，将佢修正过嚟叫做修行。行修行，行你真得受用，你真得幸福，真得快乐。你明白咗，懂了搞清楚了冇修行，亦<行>就系、是。 起心动念，仲系贪嗔千万疑言语仍然系妄语、两舌、绮语、恶口；身体仲系难免杀盗人 呢啲系大成经上时时见到，每部经典佛都讲，佛唔说法则以，说法必定唔会少咗呢啲劝勉我哋嘅话，劝嘅次数要多，唔多点呢？疏忽咗啦。 张家大师劝我戒律好重要，我跟佢三年，每个星期见面一次，呢句话超过一百次了 几时同我讲嘅？堂上完咗，问题解决啦。我离开慈行，佢老人家都会送我去门口。喺门口最后一句话，戒律好重要。点解啊？戒律系行门，系落实。 经嘅义理明白咗，冇疑惑啦，冇落实喺生活上，得唔到受用，所以叫修行、行修正，起心动念、修心、言语造作、修正咁就啱啦。 冇行系假嘅，唔系真嘅。真嘅重视行。行从边度？老师教我嘅总原则：看破放下。看破要靠经教。 经典里面讲嘅行满，从持街落手，持咩街三规五街十善，所以静中学会。 喺国外成立呢个名词，城中学会下年居老居士提倡嘅。早年我喺美国，黄念老居士。 给我一个使命，要我在外国到处遇到修正宗法门的同修，都劝他们成立正宗学会。所以现在正宗学会在马来西亚大概有百几个。 最多的早年我在美国，大概有三十几个学会。我离开这么多年，嗰度正中学会不单止冇增长，退转了 而家大概有十几个，咩原因？冇人去教，逼住我哋冇办法，用卫星电视，用网络，唔用呢啲方法。 冇第二个方法，再其次就系印经大量流通经典，咁系我哋能做得到嘅。跟住光阴、体力、精神。 一年不如一年，特别系而家最近呢三年，有明显嘅感触。我哋盼望嘅、期望嘅，系全人。 佛走咗啦，世世代代有弟子成全。传到我呢度，我亦要有弟子成全。如果冇人成全，对唔住老师，对唔住佛陀，对唔住广大嘅群众。 我哋而家冇其他渴望，望嘅就系有真正发大菩提心嘅，祝佛为命，蒙发离生，佛法同中国传统文化。 绝对唔可以喺呢个时代断咗，唔可以成全嘅人要发大心嘅年轻人，要将呢个成全当做自己呢一生嚟呢个地球上嘅唯一使命。 我嚟做咩？我嚟就係传传传统文化嘅，就係嚟传大成佛法嘅。發呢个心嘅人难得，唔係發心升官發財。呢啲唔稀奇，唔係佛门讲嘅功德。 承传佛法，承传传统汉学系真实嘅功德，真实功德必定有祖宗庇佑，三宝加持，唔怕冇老事。 你真发心，佛菩萨会化身嚟帮助你。咁讲系真嘅，唔系假嘅。冇福报，佛菩萨将福报畀你；冇寿命，佛菩萨就帮你延寿。 冇缘分，佛菩萨协助你遇到缘分，真正起心动念就同三宝感应道教，一啲都唔假。嗰段经文里面最重要嘅。 教我哋转相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后面嗰两句系教我哋要真做依教奉行。净土中嘅依教奉行系最容易嘅易行道，人人都有份。第一个条件，真正相信。 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第二个真正发现原生净土，净土系点嘅？无量寿经常讲得好清楚，嗰部书就系介绍介绍我哋到极乐世界。 第三个条件，放下万缘，一心念佛。世出世间一切法都要放下，佛法亦要放下。佛法太多了学多咗咬唔烂，消化唔到，一样只取一样。 我喺呢一生中讲经讲咗三十年之后，先回头回头点呢？睇自己有把握成就嘅，我要将佢掌握住。睇嚟睇去，只有净土中呢一门，我有把握成就。 其他八万四千法门都难，冇把握。正中呢门有把握，信愿持名，我做得到。所以回头归净土了 学文殊学普贤，各位读华严经就明白啦。文殊普贤点成就嘅？信愿前明往生极乐世界成就嘅。我系睇到呢一段，下定决心。 唔好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将来再搞六道轮回，咁就大错特错啦！轮回太苦啦，无量劫出唔到去。 所以一定要依照佛喺经典里面教我哋嘅，好似我哋呢一段呢一段亦讲过唔少次，佛苦口婆心教我哋远离五恶。 呢个五恶简单嚟讲就是杀盗淫妄酒，掉进嚟就是五戒：唔杀生、唔偷盗、唔邪淫、唔妄语、唔饮酒。 五戒系善，反面系恶。五恶要断，你五痛就化解啦。痛系乜嘢？痛系苦。而家嘅苦系花布。五笑，笑系来生。 堕地狱，地狱系一片火海。无论咩地狱，你去观察都系一片火光，佢烧啊！咁生俾烧死，几苦呢？ 地狱就是鉴生烧死，地狱从哪里来的恶业所感，不是人做的不是阎罗王做的也不是上帝做的是我们的恶念恶行自然感召的 你明白咗，你就唔怀疑啦，你就有意要超越啦。佛理经常同我哋讲，正法时期戒律成就，亦就是佛灭到之后五百年。 第一个五百年能持戒律，就能正果，正阿罗汉果，阿罗汉就脱离六道轮回啦。 第二个象法时期一千年，嗰一千年喺中国，我哋见到了中国在家出家嗰啲佛门弟子，佢哋嘅成就好可观，好难得。 像法时期，多闻成就，特别系大乘佛法喺中国呢个地区学嘅人多，依旧修行嘅人多，嗰啲人过世。 绝对唔堕三途，人天两道修得好嘅生天，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第二个一千年。 就系末法时期啦，末法一万年，而家已经过咗一千年，而家系末法第二个一千年，佛法衰啦，明显咁衰退啦，咁我哋见到啦，点衰噶？ 学经教嘅人仲有，依教修行嘅人冇啦，亦<行>就系张吉大师讲嘅戒律好重要，而家大家将戒律抌咗啦，或者系研究戒律行偏咗。 呢种情形都一定要注意到，行错路啦，一定要懂啊！佛点解教我哋持戒？持戒系放下障碍，障碍乜嘢？障碍我哋得定，亦就系障碍我哋。 清净心、平等心，我哋心如果时时清净、时时平等，就会开悟。小悟、大悟、大彻大悟，小悟阿罗汉，大悟菩萨。 大彻大悟成佛啦！你明白呢个道理，你就知道戒律重要。戒律点持？城中学会成立，第一个成立喺美国。 喺旧金山，我同同学讲咗五课，属于戒律嘅第一个正业三福，要认真做到。 三条，第一条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奉事师长，各位要重视。第一句孝亲，第二句尊师。所以我讲《孝同经》系性学嘅大根大本。 冇孝敬假嘅，绝对唔系真嘅。真嘅心根就喺呢上面扎，然后持心不散，收拾善业戒律，头一条根本戒。 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依佛做老师，发愿做佛嘅弟子，跟佛学，答：「佛教你持戒三规。 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六祖能大师讲得更好，皈依觉，觉就系佛；皈依正,正，正,正就系法；皈依净，净系清净，清净就系出家人。 佢叫归依觉、归依正、归依正讲得好啊，唔至于错回咗意思。出家人要将觉正正表现出嚟，做出嚟俾大家睇呢种真修行人，真修行人。 亦少啦，一代不如一代。呢、这个系第二幅。受持三归，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主要对出家人讲嘅。最后。 系通说嘅最后一条，发菩提心，心信因果，菩提心难发，因果信心信唔容易，要心信，特别心信嘅系。 信愿持名系往生嘅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系果。深信因果，佢比咩都重要。精华之中嘅精华，呢个系第三幅。 正业、三福、世法、佛法都离唔开团体。只要系团体，团体冇规矩就乱啦。所以佛同我哋制定六和敬。 經和同解，皆和同修。第一个重要，我哋嘅想法睇法要一致，咁叫同解。如果意见唔合，一日嘈嘈吵,吵吵，我唔服你，你唔服我。 嗰个团体就绝对失败，唔会成就。见同解啦，咁要落实就系、是、戒同修，佢两个系连住嘅，然后非常具体咁讲出嚟，身同住，口无争。 义同月，利同君，和合争团，世世代代都遵守愉快嘅争团，一定遵守。如果唔遵守， 嗰个僧团系假嘅，唔系真嘅。释迦牟尼佛嘅弟子一定系六和境。我哋喺客观环境里面要去观察，真正系六和嘅僧团难得嘅，一定要参加。 成就我哋自己嘅道业，必然有成就。学习要依界定为界定为三学，一份门，菩萨。 修六波罗蜜，自度度他，布施欢喜布施，布施系自己行门里头第一门功课。呢、這个布施系放下，乜嘢都放下，利益众生。 绝唔伤害众生，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波野最后系大彻大悟，就系、是、为咗咁。前面五种做到啦，开悟嘅机会就有啦，最后。 修、so, 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个礼敬诸佛，称赞如来。诸佛喺边度？每个人都系诸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然有佛性，咁你本来就系佛。 赞叹如来系对人哋嘅善行善意赞叹，冇毁旁嘅你敬赞叹，咁就啱啦。呢啲都系。 佛经法教我哋嘅，佛菩萨希望我哋遵守，唔好违背，只要认真学习。 三宝加持非常明显，有时候令我哋自己能感触到佛菩萨帮助我。我哋嘅汉学院冇佛菩萨加持，冇可能出现。 既然到呢度嚟，你就知道系祖宗之德，系三宝加持嚟啦。认真修学，难关要慢慢突破，冇突唔破嘅难关，真正突唔破，发菩萨嚟帮助你突破，要有信心。 我哋初学讲经嘅时候，遇到困难，准备功课嗰段有困难，心里头唔清楚、唔明白，亦揾唔到参考资料，点好？书摆低，拜佛，拜上三百拜、五百拜，豁然就通啦。 意思就出嚟啦，写都嚟唔切，感应不可思议。每个讲经嘅法师都有呢种经历，都有呢种经验，相信真嘅唔系假嘅。而家时间到啦，我哋就学习到呢度。